好民众哦，吃凌霄花活血，但是你要小心哦，不要误食了曼陀罗。这两种植物呢，就连中草药店也曾经弄错，一旦呢你吃到的是曼陀罗，就可能会中毒昏迷。专家就说呢，曼陀罗长得和晒干的凌霄花很像，如果不小心误食了，容易出现心跳变快、血压飙高、瞳孔放大，还会有轻微的发烧或者是皮肤干燥，还甚至啊会有胡言乱语等幻觉哦。严重的话呢，还会抑制中枢神经，出现昏迷、抽筋，甚至死亡的现象。